莫莉，这个 BOTI 咱将会成功，完全是靠你当初的提议。来，我敬你，敬你的大胆远见。哈哈哈！你无听人咧讲哦，正人扛山，山嘛叮当，所以哦，这拢是靠大家团结才会当完成的。来，我敬你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莫莉，拍死！你的衫有用那啥无？无紧啦。那么。 我替倒一杯新的咖啡哈。哦，好。哦，好。我来接。啊，阿妮，阿无，我来摕一块点心来吃。总裁，今朝到啥工？哦，唔免啦，唔免啦。医生有交代，讲我都要给叮当一个，对福建有帮助啦。来这里啊。哪得个农委亏了，做什么福建啊？ 我看哦，搁变换久违的，因为绿能BOTI哦，搁起啊倒落去啦。到时阵哦，我得以我曾月丽的身份出现伫伊面头前，让伊知影讲哦，我曾月丽才是伊即世人上大的克星啦。我拜托你较细声的啦，隔墙有耳。这家两个起兵，你想得？ 稍等，我需要小军处理一件代志。这是啥？这张虎林跟陈家良检体，出了麻烦，你提去病院告盛源，请伊安排做 DNA 鉴定。伊就是我阿爸的大兄，我的阿伯，阁家长。 海生，今晚再过来跟你拍招呼。 我跟你交流着，没啦，你想要客气啊？小安，我听讲你进前出车祸，人无代志吼。多谢关心，我无代志。我是拄则看到回头的点心，我想起捌听过，一定过的点心是足出名的。而且每场点心拢有家己的故事。我感觉足好奇的，高社长是各界的人，所以我才会甲面陪过来，想讲是不是会当听高社长？ 讲一寡一定阁会故事。这柯罗小安哦，啊超工来接近高志荣，是要创啥啦？我无对伊出手，就是无爱互伊有机会转去高家庭做归宗啊。小安，你对伊一定阁会故事有兴趣？哎，小安啊，哎呀，啊你甲高社长毋是讲介绍啊，啊一见面就问人出来底的代志，安尼敢咪伤过失礼啊啦？ 一定阁会故事哦，确实足精彩个啦。啊，若毋是讲吼，我大概已经有了解啊，啊婆婆嘛最想要知影个。啊，希望高社长莫见怪呢。好嘞，没啦，你想想者啊。小安是你个孙，人心人面嘛是，人心拢叫我是大伯，来算起来，我是小安的阿伯。 孙阿伯听故事，阿伯哪有无讲的道理啊？小安，你想要听一定哥倒一条故事？我听讲，一定哥的头家是高志宏，伊是一个足好的人哦。志宏是我的小弟，伊是一个真善良、品行真好、也真勇敢的人。 我的怀疑哦，就是因为人伤好，天光白啊，才会带伊走，无想要让伊面色敢受苦。所以，伊是被歹人害，才会过身去。伊是因为要救我，才会过身的。当初死记得，我曾话你控制利用二十几年，志宏因了认为我死啊。 后来我会有记得，我想当伊甲志宏因相恋，啊，我迄时阵志宏为伊后生，却是装起啊。罗小安哪个继续蒙落去哦？我真正是受着风台尾啦。阿妈，你要去倒位啊？你毋是讲一定哥的故事真精彩，你无要继续听落去啊？听啊，当然嘛是爱听啊。 啊，是讲吼，我先来洗手间一个人吼。
郭社长，歹势，你当继续啊。要紧啊！当初个志宏为了对查天后下落，我查到，佮曾华丽有关系。按我曾华丽这个人真奸巧，伊用假人骗我，后来我真无简单才找到，不甲天后再造救护车。啊，不过曾华丽下脚手人，想对我开枪。志宏为了保护我，替我挡一枪。最后是死在我身躯边的，所以听起来，这个曾华丽是高家元首人啊！哎呦，那曾华丽哪有遐恶毒啦？无啦，我听人讲哦，那是彭启昌给人开枪的呢。丁夫人，你是讲算笑？阿妈，那听起来。你是在替曾华丽讲话啊？现在我听到的曾华丽，跟你听到的无同款。我知影这个曾华丽是无花无色，搁领会啦。心肝是超量度的。这个曾华丽吼，在生的时阵哦，啊，都是食爱伫个人个尻川后安尼哦，浪东浪西浪到小家安尼，诽谤啦，害人啦。哦，啊，白菜话是一句讲过一句啦。我咧想，伊即摆一定咧地间吼，受着一款满嘴汁的痛苦啦。监督无遐尼简单就放伊煞啦。你这死老狗，无讲话无人当作你 A 狗啦。就算曾华丽也未死，也有一堆人要找伊报仇啊。阿妈，种查某，我值得你费心思啦。高社长，你敢知影你的小弟在伫倒位啊？之前大头兵的大兄来找咱报仇的时阵，有讲过啊。大头兵伊在做人体器官买卖的代志，就有可能甲高清宏的尸体作为收起。你敢袂记啊？高社长，歹势啊，可能之前我出车祸。甲咱之前的代志啊，拢放袂记啊。要紧啊，志宏过身迄时阵，我还有曾阿丽，我有家，想要甲翠枝挽断，我一心想甲抓回来，替志宏报仇。我想拢无想，就冲去找伊。后来回来时阵，志宏遗体就无去啊。妈，你想哪样？哦，无代志啊，我胃无啥爽快。是咪食歹巴肚？应该唔是啦。夫人，你真正要甲八千亿做一届转入去这户头？就是金额伤大，我唔才亲身走去转。水啦，啊，等钱哦，一入去我的户头，我就唔免阁用张艳芳的身份过日子呀。啊！那张家良迄顶套鞋柜要怎处理哦？我阁有真侪时间会当豆豆啊想诶。喂，安哥，伊也食你啊？真好，阁照计划进行。曾华丽、张家良，恁一个一个啊，我拢未放你煞。六弟啊，爸爸吼，啊，围巾嘛解除啊吼。我真正有够好诶，当讲我是天子。有啥物代志这么欢喜，当讲出来啦。啊，若无我伫心内哦，会内伤诶哦。你要来，那无先讲一下啦。安那，无欢迎啊。我伫咧咧，啊，这个煞青啊，游泳走来啦。敢是顶面高志龙甲伊讲，高志宏是我害死诶，啊，所以要来找我算账啊？那也无欢迎啦！啊，迄时吼，你也无先讲一声就走来，啊，佫无开电话，我毋叫你带一个。我看你是伤过欢喜，才无欢迎我伫遮。啊，有甚物欢喜代志，你毋着讲出来。毕竟，
咱是妈孙啊。啊，你不是一直拄迄高志良，就带你去看恁秀莲妈妈，啊，你那么改加开讲一个啦。我较想到阮妈，还佮有我的兄弟姊妹见面啊。我嘛总算头一摆食着阮妈亲手煮的菜。20多年啊，我总算才知影，梦内底一家伙仔做伙食饭的感觉是安怎。因阿真正予我足济感想的。哦，啊，原来高天佑阿神新人妹马拢有回去哦，吼，安尼真好啊！啊，拄仔吼一家伙仔做一家见面，欸一家团圆哦，做大家欢喜的代志呢。啊，你即摆心情足好哦。是啊，阮家的人拢足善良的，看因搭嘴讲开讲是足轻松自在的。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。我总算不是孤单一个人，我有君啊，我的亲人。在我身躯边，嘿啦，若要怪吼，拢怪张家人啊，真够妖受过，甲你偷跑走啊，才害你食这济苦。你唔免伫我面头前讲张家人的代志，真紧我去找伊算账。啊，不过今嘛，我要跟你算阮爸的代志。真正哦，是迄彭启昌叫人开枪的，唔是我啦，我是无辜的，我真正无遐尼粗残。哎，你别吵架！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我会当手抓。就话你啊，我目睭我头壳，代志经过啥呐？刚刚我查袂出来。啊！你给我放开，我的手会断去啊！我放开我的手，我的手。你给我怎听？哪里想要绑人时阵，绑人头发够算啥？我真有想着。当初在辽国港口，我跟阮爸相相信，甚至因为有可能，后来车祸害阮爸真正死啊！我嘛真正唔知啊，大头兵啊，送人去辽国买做器官买卖，迄台车内底是毋是真正有恁爸爸啦？哎呦，惠珍哦，这也要怪真正怪命运创治人啦！你唔免当硬要把这责任担起来。啊，啥嘛料想袂到，代志变到安尼啊！啊，曾婉丽啊，你搁真敢讲诶？啥物命我来创治？你搁想要抽下这点？想要抽下我提供白啊？你卖了尊讲我无你的话了。好啊，咱即马就来验收。我伫个杨红阿妈一个公爷公用心栽培之下，我实力。到底是安怎？妹，你放心，我这人哦足公平。阮爸的死，你有大部分责任，我嘛有责任，所以，我决定安尼做啊。你要创啥啦？你嘛有白来呐？你免烦恼，我今嘛足清楚。黑杰克真正足有良心，佫知影袂当伤害主人。你佫有六分之五的几率会当平安无代志。来，瓦莉亚。小安娜，你敢袂一定爱跋遮大？你爸爸死之前，甲我点么关系都无啦？废话遮济。你哥真正是天之骄女，安尼嘛无代志。坐落来，娃娃。
黑杰克，你真正无法信无？哦，剩三届机会，愈来愈刺激啊！